来的目的。他的这种严格的基本训练方法一直贯彻至今，影响巨大。他的艺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早已为世人注目，并被广为研究，重点介绍。如今他虽年近九旬，桃李满天下，但仍默默地耕耘，为祖国艺术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